才问你，这粥是不是专门做给我吃的？对啊，你吃了吗？你想让我吃吗？怎么了？只要你喂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吃上两口。啊？我要你喂我。张嘴。粥里被下了孔雀丹，吃了即刻便会毙命，没有解药。野溪卧是你下的毒吗？你想要毒死孔？你不是说过你喜欢我，想要陪在我身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念白羽，去拿弱水来。是。若是无影，居尔神魂。叶希雾，醒过来。你想做什么，可以去做了。是。你是在找这个吗？你想拿它做什么？去救萧离。是你在粥里下的毒吗？是。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萧离？对。你喜欢他吗？你愿意为了他做到这一步，愿意为了他让我去死？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二小姐，叶希雾，醒过来。殿下，你一路跟到这里，难道就是为了替谭德锦暗算殿下吗？二小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呀？只有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背叛萧离，他才会众叛亲离，走投无路。他们会恨他，庞宜之会恨他，萧离更会恨他。他只能回到景国，回到我的身边，因为只有我可以保护他，陪着他，爱他。都是假的，他只是学会了伪装。叶希雾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
我想待在你身边。范大姐，从前种种，一如昨日的一切，我们都不要再提起了，好吗？想和你从头开始，我原谅你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原谅你。我先前没完成的事儿，一定得去做。这一次，我必须要完成。叶希望，叶希望。谭太姐，你娶我吧，我想做你的王后。好。陛下，他要谋害的人是你，你为何还要封他为王后？如今在这世上，只有他没有舍弃我，他愿意回到我的身边，愿意陪着我，愿意喜欢我，我已别无所求了。最快几日能完成？最多只需三日，定能安排妥当。我不想让他久等。三日后8月24日，就这么定了。陛下有所不知，新娘子红盖头上的并蒂莲花，要新人亲手绣完才能白头到老。我一瞬被爱染，此去冷暖身压与不杀，兼程如神明在上，澹台尽此生只求与叶希望一生一世相守白头。那月光与我是铠甲，伤疤也是种温柔或一下，此去冷漫深压与苦沙，那恨我的钟爱。我想送你一件礼物，青石之玉。叶希望，你想做什么？为什么？谭太监，我本来就是来杀你的。你回到我的身边，就是为了来杀我。是。你曾经对我说的那些话，都是骗我的。可我爱。什么？谭太医，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。好，好，再见了，谭太医。这些钉子长在肉里，定会疼痛万分的。就让它痛。对不起，我失败。人在黑暗里待久，总会盼着明日会有光，可一旦有了这一尺天光，又担心随时会失去。有些黑暗当中是不配有光。好一句不配！叶希望，你好好看一看，我这个叫做澹台烬的蠢货，你曾经打他、骂他、折磨他，甚至还想要杀了他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也还是不忍心杀你。他甚至满心欢喜地想要娶你做他的王后，盼着与你并肩携手白头百年。他真是愚不可及，直到他被你钉了那六枚钉子，他才第一次清醒。他真是贱。灭魂钉没有，唯一能改变三界命运的酒，
再活下去除了收入并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是啊，你就是贱，所以我厌恶你。你给我闭嘴！我都这样对你了，你还不立刻杀掉我？你难道不贱吗？叶希沃，根本就不及我通知万一。戴白姐，你杀了我吧，你现在就杀了我。虽然玩弄你很有意思，但是我已经厌倦了，你杀了我，要不然……你想得美！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就让你解脱了吗？不，我会留着你的命，一点一点的把你拆开，让我好好的看一看你这里面究竟装了一颗什么样的心。你杀了我！我的喜欢你不稀罕，那就试一试我的恨。此乃双生阴阳镯，乃雷铁所铸，是逍遥宗的法器。阴阳双镯戴在两个人手上，只要阳镯的主人不死，阴镯的主人就不会死。论及根源，就是用阳镯主人的阳寿来为阴镯主人抵御死劫，但此镯一旦戴上便无法摘下。抵御死劫，我愿献上此宝换陛下的一瓶心头血。从今往后命运一体。再给他把次脉。陛下，脉象恢复得很快，再过几个时辰就能醒来了。李苏苏，你要放弃了？这里是荒原，对不起。你不仅自觉有愧于我，亦自觉有愧于澹台烬。我没想到，即使认定了我要毒杀，他还是愿意娶我，我心中怎能无愧？你若不想负他，你就要负苍生。你可悟了？陛下，这是今日术士们所炼制的灵药。只要姑不死，叶希雾也不会死。他可不能死，姑和他还没完。可惜，待我被青石之玉彻底反噬，就再也看不清星星，也再也看不清澹台烬的脸。澹台烬，此生终究是我负了你，可我这条命早就已经不属于我自己，欠你的便用这条命来偿还吧。有青石之玉在手，修炼当真是突飞猛进，若再加速淬炼，应该能在短时间内修成仙宗。叶希雾今早被发现昏厥在地，现在已经醒了，查不出病因，只说是身体亏虚所致。还有似乎他的耳力也有所衰退，视力也不好，
可能是长期闭门不出的缘故。怎么水被加满了？何时打满的？叶星宇，你要是敢死，我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。把我忘了吧，别为我伤心。叶千羽，叶千羽，叶千羽，我不能再失去你，就让我，就让你的别人先独自归去吧。过去我失了青丝，看不清自己的心。如今，我的心早就属于你了，他就属于你。